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那今天可以看到终于进驻，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齁。那慢的原因当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那导致慢的这一段期间，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大家应该很清楚。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讲说这个哦，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齁发脾气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来李伟啊，李伟啊，你讲重症放假区，你自疫情到即阵，你有在讲重症放假区的百姓发言无？有哦，无嘛？无在我来听你，你喷笑诶！林昌佐发言到一半就被呛到双眼无神，指挥中心到华南市场开记者会，自治会极度不满，在地立委这时出现。你有来华南市，你敢关心一下？有哦，会长，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你这疫情，你敢来华南敢关心？会长，按大家迄落啦。想说什么帮忙缓颊，但陈吉仲也接不上话。眼看林昌佐被狂呛40秒，柯文哲站在后面单手叉腰，眼神左看右看，完全没有要阻止。原因在这里。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当面给柯文哲难看，注意看画面，柯P的手原本已经握上麦克风要亲自回击，可是突然松手，镜头拉远就变成自治会长不断开炮。记者会结束，林昌佐本来想解释，但不用讲什么，你要演戏去电视上演，不用在那演，滚。没有来关心我们从我们其实也有这个做相关的这些影片啊。什么影片啊？你敢看的？我你看的影片没啦？民众大酸特酸，毕竟华南市场疫情爆发不见林昌佐，如今陈时中到场，林昌佐跟着一起来，还出现争议言论。突然跟陈时中来有傻眼吗？原本的防疫记者会因为唯一民代林昌佐加入全变了调。我在我来听你，你喷笑哎！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委员呐、啊，就好心呢，好耐哦，别告我去坐牢，我都不要告你。不是委员要告你，是我们董，是不是南宫的董监事？他是南宫董监事，在民坤副董嘛，找我以后朋友呢。所以你去求他们啦，因为我们求他，我的心就是求大家、嗯。哎呀，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嘛，那事情是误会过去就算了嘛。因为委员都没有给我理睬呀，我就拍谁，今天只好硬着头皮来 ORC 喽。他这个很拍谁，再也不敢大张旗鼓了。周玉蔻一副委屈的表情，这么说，因为撒娇攻势非但没有融化严清标，反而把他惹得更火了。严清标的声明字字严厉，批评周玉蔻道歉方式太儿戏，还说他不配当个政治人。我想我这个会继续努力吧，因为他说他感受不到我的道歉诚意嘛。所以我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沟通，拜托我的好朋友们哈，跟严委员比较好的好朋友们的帮帮忙嘛，帮帮忙嘛。
如果你还有一些疑虑，也请听一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话。我们严肃的要求我们的政府，我们要求我们的行政院，请遵守你们的总统候选人选前的承诺。承诺什么？早教永存。为什么民主化的过程中我支持民进党，可是我今天会成为一个小党的召集人？就是因为民进党曾经宣称他支持环境，他选择绿色，可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绿色不是我们要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塑胶，会制造污染的绿色。所以今天我们为早教站出来，为台湾的空气污染站出来，一点都不奇怪。我所看到的最可笑的就是中油告诉我们，各位，中油的保育计划你敢相信吗？有点不敢相信了，中油的记录这么差，而且他欺骗大家说可以从多少公顷缩减到多少公顷。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任的专家朋友告诉我们，这根本就是一个工业港的污染问题，不是多少公顷缩减到多少公顷的问题。我之前在立法院不分区立委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生气，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生气。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你们这样对待我，你们这样对待我，你太过分。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你们是当作我在那边干什么的？你们是当作我在那边干什么的？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你们是觉得我找你们麻烦是不是？你们是觉得我找你们麻烦是不是？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我体谅你们，我体谅你们，帮你们想其他方法解套。常常跟行政单位讲的事情就是，我在质询的时候有处理过你们，我在质询的时候有处理过你们。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带来这个新的改变，带来新的政治。That is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 是我们还是以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台湾人民的选择。两岸维持现状是不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希望跟最好目前可以选择的一个状态？是也不是？是，各自努力了，是不是嘛？维持现状，现在美人姐还是主持人，对，走这样的路线。好，请问蔡壁如，是维持现状是要维持现状是什么都不要做可以维持现状，还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维持现状？要做很多事情才可以维持。谢谢。再来，做很多事情的情况之下，第一个是不是要能够对话？对啊，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啊、能够对话的情况之下，今天民进党的这样的态势摆出来，中国就是不跟你对话，是不是？对，是。好，再来，中国不跟你对话，可是我们又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又必须对话的时候，任何人只要去跟中国对话，民进党就会用两个理由来告诉你：第一个，要透过官方的，我们家柯老板有，不是要透过官方的管道啊，我就跟你讲，官方的管道那个不会产的，你是要安怎？啊，任何人只要去跟中国对话，就会被扣上两个字，叫什么？卖台。那今天我希望全国的选民，帮我告诉，帮我去问民进党，在目前的台湾，任何一个不是民进党的人，去跟中国对话，然后不会让你民进党说成是卖台的人，这个人你交出来，我们全部投他。
医师，担任妇产科医师的期间就开始参与政治，那仍然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能够接生7000位新生儿，才被总统来封为祝生娘娘。林靖怡如果当选中二选区的立委，我相信中二选区的生育率一定会大大的提高。在林佳龙市长的加持下，还兼差来当个妈祖婆。妈祖是林默娘，那姓林，是我们林家的周哥。靖怡呢，她也姓林，所以我呢有感应到妈祖呢有这个指示，林家的这个靖怡啊出来参选，那发挥妈祖精神，闻声救苦。你功什么小了呀？像这样子的人才，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医界，倒是医界的损失，或者是转战宗教界，可能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我们林医师呢，舌灿莲花，网络上面，这个十大金句堪称是名嘴界未来的新希望，包括晚上10点限电，大家就睡觉，可以增加生育率。最好是晚上10点之后就限电，反正大家早点下班，早点回家，10点之后不要看电视，看再去困，阿妈麦开灯会，那一方面解决能源问题，二方面解决少子女化问题啊。乱讲！捍卫助理不接电话去上厕所。然后说没有通啊，就办公室去大便啊，为什么连我办公室助理去大便都要怀疑说我们没有电话没有通？喝真奶的100种方法，以及年轻网友是乳蛇，反而是怪爸爸没有节育的观念。林医师到台中来，这个涉及台中租房子在乌日，这也不过才2个月的时间。但是他有独到的见解，说台中人都是令人崩溃的槟榔嘴，而且还告诉大家说要穿防弹衣才可以来参加第二选区的补选。你有质疑说什么要穿防弹衣出来选？他笑笑的回你他说谁有穿防弹衣出来选过？就我的了解，真的有，只是说我当然不方便透露自以前选举的时候，那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年初，博尔委员在一个访问里面也提到，他选举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民众送他。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呢？你还有一些疑虑，也请听一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话。我们严肃地要求我们的政府，我们要求我们的行政院，请遵守你们的总统候选人选前的承诺。承诺什么？早交有权。为什么民主化的过程中，我支持民进党，可是我今天会成为一个小党的召集人？就是因为民进党曾经需要强大支持环境，他选择绿色。可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绿色不是我们要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塑胶，会制造污染的绿色。所以今天我们会早交站出来，为台湾的空气污染站出来，一点都不奇怪。我所看到的最可笑的就是中油告诉我们，各位中油的保育计划，你敢相信吗？绝对不敢相信嘛！中油的记录这么差，而且他欺骗大家说绿色多少公斤，说是多少公斤，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任的专家没有告诉我们，这根本就是一个工业党的污染问题，不是多少公斤缩减到多少公斤的问题。
不是很同意，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比如说一开始他跟他讲说这个哦，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好发脾气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